来开展，就是找这个政策大学。就是解决他这个就业的，就是起步一公里，就刚开始这一段，刚开始这一段要多培训，刚开始这一段，因为我们有这其实就是有一个5-1的中医药发展基金，都是用来做这个培训啊、科研啊、科普啊这些，就是看如何把这个中医药发展做起来。通识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，如果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。